今年的红农情好礼百大精品在花博珍宴馆，因为面积比往年大一倍，所以我们今年的产品又比以前更为丰富。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9月30号跟10月1号、2号就到我们花博珍宴馆，看我们台湾所有的农业精品在这个地方一次的展示。